我女朋友说喝了这个有两小时的神奇感觉。这是什么？就是茶呀。能不喝吗？不行。啊？不能不喝啦。这个为什么？因为这两小时的茶很好喝。什么？这个。河马听话。那个我先放这，等会再喝哦。不行。听说喝完有两小时很神奇的感觉，很好喝，你喝一下。两小时，好吧，我喝。